哇，这么热情啊！这个地方我永远不会忘记啊！从到长沙的机场开始啊，我就看到好多的歌迷在迎接我，知道吗？原本就很担心，你知道，因为我想说，怕我最近的那个 vocal 的声音的状况不是很好，我就一直担心这么多人来看我，到底要怎么办呢？但是呢，今天看到这么多歌迷，这么感动，我的声音就好起来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歌迷真的是我的力量啊！一开始就是还紧张，今天好像会下雨，对不对？结果我来了，甚至没有雨了。所以歌迷的力量呢，真的很大了。刚刚在后台的时候呢，我是听到你们大合唱，真的非常感动，因为这在别的地方很少见的，你知道吗？其他地方呢？我在后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怎么很安静的感觉哦？原来大家都是坐着欣赏歌曲，但这边的朋友都是站起来的，哎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决定等一下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要改变一些歌曲，就是在别的地方呢是不会有这样的表演 ，OK？所以等一下表演，等一下我要想一下，我要在后台好好想一下，送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歌曲，好不好？好，先带来这首《时光机》。Thank you.